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哎，这道题呢，它给了一个正方形。好，另外呢，这里还有一个三角形，这是直角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想要问说什么？哎，这个 BE 长。好，首先，哎，这个正方形面积256，我们知道呢，这边长是16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怎么用？其实这边就要利用这个一线三直角，我这里呢，把它拼贴起来。那拼贴起来之后呢，这一段也是16。好，一线三直角，我们有这两个是这个相似的，但是呢，它现在对应边又相等，所以这两个是全等。好，那在全等的情况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哎，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。哎，它的面积是这个200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你把它这样补起来，补成正方形，这样就是400。好，所以这个边长。所以这段的边长呢，就是根号400，就是20。好，那现在这里有20，这里有16。好，那这边20跟16，所以这段就是12。所以我们就得到 BE 是12。关键就是看到这个，你要想到一线三直角可以把它补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快速作答。